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讲记·学而篇》第十三章。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言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忠也。”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章经文虽然不是孔子之言，但是有子亲自孔子有说到孔子之言，本着老师的意义而说的。有子啊，平常啊听孔子讲的，那么等于啊这个地方他来复讲，讲孔子讲过的啊。学而篇不离忠信本，无多本着古人的说法，但是方法不同，先解释字义。那么这一段啊，是解读老人啊给我们讲学而篇呐、它主要宗旨不离开忠信。解读老人啊，都是根据古人的说法，但是方法有不同。下面呢，先解释啊这个字的意思。近，信近于义啊，这个近接近，意思是与某件事差不多，差几分啊，就是接近的意思。比如桌上的毛巾由门旁来就差不多，若由对岸来就不是差不多了。信要与义融合，如何用法？言是体，信义是用。信啊，就是旁边一个人，一个言语的言，那么合起来是信。言而有信啊，但是信呢、要合乎义。信由什么而来？由言而来啊，就是我们说话，说如何办就如何办，不欺骗人。言为体，信为用。虽然信实，还必须合于义，合乎道理。义则理也，对了的事情办得正确，说出的言语正确，就照办。言而有信啊，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或者答应人的事情正确的，那我们一定要去照办啊，这样啊才言而有信。若不合意，办不办呢？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啊，不一定都是合乎义理的啊，但是话讲出来了，那办不办呢？信中有义有不义啊，这个信当中啊，有合理跟不合理的。义中有信有不信啊，那么这个义当中啊，也有信啊，也有不信。但是都由言而来啊，言就是讲话了。所以我们讲话呢啊，有合乎义的，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或者答应人的事，有不合乎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当中啊有这个不同。吾以汉学唐代为中心点，前后不同，唐代以后起大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汉儒所讲都必须有师承，必须依《尔雅》等书有根据，
若宋儒此会其理，连字也自己改，茶书上没有这个说法。那么这段啊，写儒老人讲啊，他来讲这个伦理啊，依这个汉学，以唐代为中心点啊，唐朝这个时代为中心，前后不同啊，唐代以后起大变化啊，这是唐朝这个时代以后啊，那么注解这个伦理啊，就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汉儒所讲必须有诗词啊，必须依《尔雅》等书，所以汉儒的注解啊，它有根据。若宋儒啊，就到了宋朝这些大儒啊，只会其理啊，那么他没有根据这个《尔雅》，他是讲他的义理。啊，有的地方啊，连字也自己改了，啊，原来那个经文的字也改了。去查这个古书啊，上面没有这个说法，啊，都是宋儒以后啊，那么他自己讲的。自宋以后都是如此，自从宋朝以后啊，那注解伦理的啦，都是这样，啊，没有根据。古时候啊，《尔雅》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典籍来注解。若为了求学，那修孔子之道就远了啊！如果要学道啊，那距离就很远。文理载道啊，文是记载道的，字有错简，道如何寄托？啊，这个字都错了，那道要寄托在哪里呢？只为好说好听，这怎么成？啊，只是为了自己呀，讲的比较好讲啊，说出来啊，大家听的比较好听，这怎么可以呢？啊，以上啊，这是写儒老人啊，那么他给我们讲的。分析的啊，这个讲义，复反复也。复这个就是反复。既然是信，为何反复无常？啊，信呢？啊，讲出来就是这样啦、啊，为什么还要反复呢？反复为来往的意义。啊，这个复是来往的意思。啊，如你们来听书，下课往返回家，过来过去。比如老人提出一个例子了啊，是来听课，上课过来，下课回去啊，过来过去啊，这个就是复的意思。宋儒解释为例行啊，这个宋朝的大儒啊，解释复这个字啊为例行，但是《尔雅》《说文》啊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复当来往讲。宗永云，顺直其两端而用其中，可解释功夫一端章，也可以解释这一章。其训不必义，其义不必训，二者相合就好办。啊，那么训也合乎义，义也合乎信啊，那两个相合啊，那就好办了。下面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讲信而无义，空空然小人在。如借刀给人杀人，虽守信而无义，就是异端。答应刀要借人家，但是借给人家去杀人，这不合乎义啊。答应人家，那守信不守信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虽然守信，那没有义，那就是义端了。
性近于义，性的本体作用与义差不多，离不开。所以没有办事前必须谨言慎行，儒家也戒人多说话，就是话不要说太多，所以今人三分其口，就是少讲话。今人兴讲言，开会哪有那么多话，言多必失，为政者不必多言，话讲多了必定会有失误的。所以这个活菩萨圣贤都是劝我们少说话。那像我们念佛人古大德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生佛。现在选举之前先发表政见，选上不兑现，那有什么希望？礼记说安定此，有人与你说话，当时或许一时想不开，可以考虑之后再答应。如果答应错而不害人，可以实行。若答应的事情会害人，就不可以。虽然答应了也不行。孔子说可以事道，未可以权。行权唯有圣人可以。行小方便一般人他没有办法行权，不懂得权巧方便，那圣人可以。例如孔子遇阳奉的事情，孔子行权，孔子趁阳奉不在家前往拜阳奉，故意的欺骗他，又说吾将事矣，也是欺。阳奉劝他出来做官了，然后好了，我就将要去做官了，那实际上没有也是欺。但是这是就义之所在。因为那些事情不合义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是行权父来往也，话说错了可斟酌，也可守信，也可守义。就是持其两端而用中，两端就两头了，那信是一头，义是一头。这个时候如果说错话可来回想想来回想想来回想想，就是言可复也，想好了再采取行动便不害事。那看看这个要采取信这边还是义这边那如果说错话了采取义，那就可以不守这个信如果守这个信那不会害人那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佛法讲的善巧方便这个话讲出去有时候后面你要怎么去收拾处理善后，这里就交给我们了。恭敬于礼，言此路也。礼是恭敬人，仍然依例如上解释。恭敬于礼，恭敬人是礼貌，礼貌是恭敬人，恭和礼也相近，不能离开，恭必须礼，不能过与不及。如今人行鞠躬实在是吉相而已，虽不能90度也需60度，恰到好处。现在人鞠躬就是
点个头啊。啊，这个是礼不足啊，不及啊。所以鞠躬呢，你没有90度，那也需要到60度啊，不能啊啊，脖子动一下，点个头啊，这个就不及了。要恰到好处啊，恭与礼须配合。若不如此，恭而无礼则劳啊。如70度鞠躬，到90度便劳苦了。若不及则太草率，恭敬不到啊，人家以为骄慢。若恭敬得太过，人以为谄媚。啊，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啊，功能适中合理，则能远此路，远离此路，不受羞辱了。所以功啊，要合乎理。因不失其轻，亦可终也。因不失其轻，亦可终也。写如老人说，有两个意义。啊，那么随便采取哪个意义都不会害事。唐以前的注解音同音啊，这个音素的音啊，跟分音的音啊，那么同一个字啊，亲戚与朋友不同，因为男女分音为人伦根本。故《诗经》所篇《易经》乾坤二卦都说夫妇为人伦的开始。今人啊，三言两句便结婚，三天两天就离婚，这现代人的确是这样。九族普通都说是从本身算起，及上下各世代，另有其他说法。父族、母族，恭敬父亲的父母，还必须恭敬母亲的父母。所以台湾母舅最大，家中有事了，舅舅主持，见舅如见母啊，见到舅舅就像见到母亲一样。唐以前注解，因指亲戚，由结婚而来。中国人结婚六礼出尘，十分繁杂。因为婚姻是大事的缘故，今人却有人主张一杯水主义。若六礼中有茶叶，茶必不许移植，表示夫妇不可移。今日不管这样的啊，这个夫妇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那不可以随便去离婚啊，改变的。若门楣相当啊，并不是错。如念书人不以杀猪则结婚啊，不是为了对方有钱，而是为了志同道合啊，所以须不失可以为亲戚的条件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传统讲门当户对啊，志同道合啊，这样来结合啊，那么这是才是正确的。亦可终也，终指历代宗亲，如此订婚虽是外亲，与内亲差不多，都是九族。台湾有连宗，有同宗会，同姓连宗。另外古来有关系的宗族都可连宗，比如关张桃园结义，关张赵马房为一家。以民族主义的观点说到极处，
中国人都是皇帝子孙，大家都是同胞，姻亲如此重要，母族妻族都有关系。同学若未婚则需慎重，还没有结婚啊，要慎重啊。女子不必说啊，这个若男子休妻，这个男子啊要把这个妻子啊休掉了啊，要跟他离婚啊，人们都耻笑他。在因果故事上常见该男子因为休妻，该重举的而不能重举。宋儒的说法，因依靠，忠恭敬。若所依靠的人不是仅指亲戚，若依靠人不错，则也可以恭敬，也可以跟他交际啊来往。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